我是尹涵。圣诞节又快到了，你们有没有开始着手做圣诞小烤鸡呢？今天我做的这个烤鸡呢，有些不同，是用鸡腿肉和鸡胸肉做的圣诞大肉棒。现在我给你们切开看一下。我们先把鸡蛋煮熟。煮蛋的时候呢，我们可以先来处理鸡腿儿。鸡腿呢，沿根部剪开。将剪好的鸡腿肉呢，这样翻开朝上，露出骨头。处理好的鸡腿呢，我们撒少许黑胡椒粉，适量料酒，然后我们将鸡腿先腌制15分钟。将切好的鸡胸肉和洋葱搅拌均匀，将搅好的鸡肉泥倒入碗中，加入少许生姜粉、黑胡椒粉、少许盐、少许淀粉、适量生抽、料酒，最后再加入一个鸡蛋，然后我们将它搅拌均匀，朝一个方向搅拌成泥。将七片培根平铺在案板上，培根上铺一层鸡肉泥，将之前腌制好的鸡腿摆放中间，鸡腿中间呢再放上刚才我们煮好的鸡蛋，上边再铺一层鸡肉泥，将肉泥铺满，然后再涂匀，之后我们将培根包紧，放入预热230摄氏度的烤箱15分钟。